家好，我是呼怕呼。哎，我看到我一个好朋友哎，小鱼姐姐。嗨，呼怕呼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叹气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跟我朋友啊一起参加一个活动，我们要上台做表演哎，很酷哎。那你要表演什么啊？哦，我就是在担心这个啊。嗯，你看我的手这么短。弹钢琴也不好弹，哎呀！如果要唱歌，我声音这么低，唱歌也不好听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就不知道我要表演什么。哎呦，自信一点嘛，你一定能找到擅长的表演的啦。希望是这样喽。啊，不然我来说个故事给你听吧。呼怕呼要说故事哦。这故事就叫做《河马屁声大》。哎呦，先不要矮儿，你听了之后就知道这故事有多厉害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听这个故事。河马屁声大。河马屁声大。在一个小镇里，有一只爱放屁的河马。河马一不小心就会制造大麻烦。河马经过松鼠的家，它的屁威力太大了，把松鼠家的门吹走了。松鼠们生气的把河马赶走。河马到图书馆借书的时候，忍不住在安静的图书馆发出一长串的，大家被这个巨响吓了一大跳，而且啊，桌子还被河马的屁震得东倒西歪。河马觉得很丢脸，马上离开了图书馆。河马走在路上放了几个屁，却把正在睡觉的土拨鼠、鳄鱼、斑马还有其他动物都吵醒了，大家很生气的对他大吼：“走开啦！”哦，讨厌，都被你吵醒了，好烦呢。河马只好非常不好意思的赶快回家。有一天，狮子镇长邀请大家参加他的生日派对，所有动物开心的围在大蛋糕面前，帮狮子镇长唱生日快乐歌。河马一个不小心又突然间好大的一个屁，大家措手不及，桌上的杯子、盘子还有小刺猬都被吹走了。母鸡啊也赶快保护小鸡，就连镇长的生日蛋糕都被吹垮了。蛋糕砸中了我们的寿星狮子镇长，他满脸都是鲜奶油。狮子镇长好生气，他把河马赶出去，有你在的地方就有大麻烦。河马好难过，他一个人孤单地往森林里走。森林里很多动物偷偷地看着这只可怜的小河马。河马听到远方传来了叮叮咚咚的声音，他偷偷地走了过去，一个不小心他又放屁了。这时候所有声音都停了下来，河马好奇地继续往前走。他发现那些声音是动物们在演奏音乐，犀牛吹笛子，猴子敲拔，兔子拉小提琴，天竺鼠打鼓，露丝演奏手风琴，大象摇沙铃。河马觉得他们演奏的音乐好好听，他也跟着节奏摇摆起来。河马除了跳舞，也用自己的屁加入一起合奏。河马噗噗噗的屁声和音乐搭配得非常好，没有乐器可以发出像河马的屁这样响亮又特别的声音。他们一起演奏了一首完美的音乐，大家都好开心。从此之后，河马加入了乐队，他们每天都会在森林里演奏，让森林里充满欢乐。在乐队里，他的屁啊像是主角一样非常重要，没有动物会再骂他，叫他走开。声名远播的他们，有一天啊还被邀请到小镇上表演呢。在小镇的路上，他们听到有个声音在喊：救命啊！原来是狮子镇长掉进陷阱里了。大家想了很多办法，还是救不出镇长。最后河马说：让我试试吧。为了救出镇长，河马勇敢地往里面一跳，
好不容易到了洞穴底部，狮子镇长看到他却不是很开心。狮子镇长捂着鼻子说：麻烦精，你只会放屁，怎么救我出去啊？啊，我真倒霉，跟你困在这个小地方，还得闻你的屁。河马和狮子镇长说：镇长，你放心，我的屁只会响，不会臭的，抓紧我咯。说完，河马突然用力起来，脸都涨红了。下一秒，河马用他威力最大的屁带着镇长一起飞上天空，成功的救出了镇长，动物们都欢呼起来。到了晚上，乐队表演开始之前，河马却有点害怕，他害怕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讨厌他。乐队的大家安慰他，不要紧张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拿出勇气吧。于是河马鼓起勇气，偷偷看了一下观众席，哇，所有的动物都来看表演了，他们举着荧光棒还有板子为乐队加油，大家都好期待可以欣赏他们的表演。河马再也不紧张了，他和其他乐手在舞台上把最好的音乐演奏给大家听，观众热烈的掌声欢呼 Uncle 每个动物都扭腰摆臀，随着音乐尽情摇摆，没有动物觉得河马的屁是大麻烦了，大家都好喜欢他们的表演。表演结束，狮子镇长走上台，给了河马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狮子镇长说：谢谢河马和乐队给了大家美好的夜晚。这天啊，是河马最快乐的一天了。哦，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刚才啊，有观众太兴奋了，不小心也放了个屁。非常感谢提供我们这么可爱的绘本的三明书局。没想到啊，放屁也可以当做一个乐器耶，酷吧？所以你一定也可以找到擅长的事。擅长的事哦，我想到了，我很擅长睡觉啊。擅长睡觉？来，我马上就表演给你看。现在，马上。晚安。小玉姐姐 ，Hello， 我。真的睡着啦？不是，你睡着了，那我自己做 ending 吗？我要先走了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再见，是这样吗？我真的要走了。你还睡呀、啊？我真的走掉了。走掉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小朋友，可以关掉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